Happy birthday to Chow！ Hello， 各位潮旅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lla。12月号潮旅的封面人物，听说潮旅已经一周年了，然后很开心我在一周年的时候成为了封面人物。在这边呢，我就是以一个封面人物的一个身份来祝福我们这个潮旅能够越办越好，然后有更多人因为这个杂志呢，然后去到更多想要去旅游的地方。想要知道更多我在澳门发生的点点滴滴，记得一定要锁定12月的潮旅。